他去找你了，他啥时候来的？好几天了。他早就去找过你了，那你咋没告诉我呢？说话。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。 妈，我觉得他不是坏人，我问我爸爸，也没说他是坏人。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。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呢？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，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。妈，我是你跟我爸爸儿子。你就去告诉他，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。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。 这事儿到了得你自个儿提，你要问我的意见，不行。